家好，我叫祝山河，我是百轩，我们都是 Indalgo 的学生，我们的大学也叫做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我们的经历口语课上面要制作一个纪录片，我们选择讨论一下中医学。中医是什么？中医是如何治疗病人的？是不是常用草药？有怎样的疗效？在法国和中国，中药是个怎样的存在呢？在这个纪录片中，我们试一试这道回答。我们开始先去找 Anne Guiz， 他在 Cedre 读书了五年之后，于2001年成为了中医，从2010年以后，这变成他的全职工作。今天他愿意接待我们，我们一起聊聊他的经历，会使我们对于中医和中医在法国的现状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很快的解释中医是什么。中医学最早的理论著作叫《黄帝内经》，中医学以阴阳和五行作为理论基础，阴阳是互补的对立面，五行是中医了解人体器官的相互联系，四正是中医辨证疾病的原因、性质和部位。探究好疾病之后，中医确定治疗的方法。治法包括针灸、按摩、气功、推拿等，还有药膳这样的日常食品疗法。我们在用新医说实话需要比较多时间。举个例子，我第一次看病人的时候，为了能够详细问诊需要一个半小时，我的同事也是这样。我的一位老师叫冷克权，常常说有三种医生，第一种是普通医生，他先问不少问题，然后把脉、检查舌头等，最后就可以确诊。然后第二种是有点经验的医生，他只要检查病人的舌头、把脉就能确诊。最后第三种医生是十分有经验的，病人更进医生的办公室时，医生就知道病人得的什么病。至于冷克权老师，他是属于最后一种的医生。有一次病人进入他的公室，冷克权替他坐坐一下，他走起步搞紧窗户，然后搞进病人耳说，所以你是因为胃癌而来吗？的确他是刚治疗胃癌不久过来的，这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病人一句都不用说，医生一定知道所有病情。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同的医生，我觉得医生之间有不同的级别，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为了确诊都普遍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信你的做法跟别的中医的有所不同。从十年前开始，我每年去印度或者尼泊尔做义工和做针灸。跟在法国心仪的做法完全不同，这里做针灸没有专门的床，病人坐在椅子上，比如说房间里一共有五个病人，或者一间之间要看二十个病人，通常只是早上的时候看二十个病人。二十分钟内我要确诊，选择用针灸的浸润等。平常我制作针灸，有时候我也建议用草药，我不常常建议用药，因为在那边量不足，有的病人付不起钱，草药比较贵，这就是为什么我带我的金针和一些草药而已。为了判断病情，我会问不少问题，这样就可以诊断和治疗疾病。我还会问对病人的饮食体温，早上吃了什么，午饭和晚饭呢，吃不吃零食等等，然后我给他们合适的饮食建议。有时候我也给出做气功的建议，我可以教给他们适合他们健康状态的气功动作。
在法国，行中医是违法的，但是它仍然被容许。不过这不是那么简单。举个例子，把情人插在皮下是违法的，允许的是中医问诊。我们不能像西医那样，像我不能那样。我觉得我们不能开处方，不能跟病人说你必须吃这种中药那种中药。不过我们可以给病人吃哪种药的建议，病人可以选择去买或者不去买中药。在法国，如果草被叫中药，他们便不可以出售，但是你可以在外国进购中药过来。比如说，我的病人去问一个比利时供货商，然后他可以发给他们进购的中药，这样中药被当作辅食，而在法国允许出售辅食。寻找信息之后，我们发现法律的问题在法国存在。我们已发现法律解释不都很模糊，这样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同的信息。第一，在法国，从1941年之后，药草专家的职业不存在了。第二，从2011年4月之后，以植物为原料的造品要服从化学检查程序，这样中药不是不被不允许，但必须登记，也必须表现出在最近30年内的传统用法及疗效，尤其是最近15年在欧洲的表现，或者我们可以说中药的疗效和传统用法在欧洲不能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也得知法国的法律很明确，只有拥有被政府认证的文凭的医生可以行中医，所以在法国，中医不被当作一位医生，中医也不能说照他们治疗能不能做针灸等等。想了解中医，改造中国人，张驼是一位住巴黎的中国年轻建筑师。请问您如果生病了，会选择中药还是西药呢？这个问题，因为在法国很难找到中药，所以最终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而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你只能吃西药，不然的话生病了就不会好。但是如果在中国的话呢，我可能会首先考虑中药，因为中药我感觉副作用会小一点。如果感冒了，您知道有什么中药可以治疗呢？感冒的话，我知道中成药的话能够买到很多，什么感冒清啊、感冒冲剂、复方感冒灵或者什么板蓝根啊，都可以治感冒。中药草药的话呢也可以，但是相对来说像感冒这种小病的话就很少有人会去找中医然后专门开一副中药来煎吃，所以大部分也就是买中成药的。您每年都会回中国呢，您会从中国带中药来法国呢？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回去一两次。药的话呢，治病的药我一般就不会带了。刚来法国那两年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带一些像说感冒药啊，因为比较常用的，或者是治跌打的这种膏药，或者是
按摩油啊之类的那种，红花油啊，或者万应止疼膏之类的，因为这种药在法国很少，而且就算有的话，法国这边的西药的这种疗效也都很一般，中药的话见效很快，所以我比还是会带一些中药从中国带过来。您的家人会倾向于中药还是西药呢？家人的话呢，我觉得应该会倾向于中药一点，因为我的爷爷呢，生前是中医，所以家里人很多人生病了都是之前都是他，来治。像我小时候得过肝炎啊，就是我爷爷给我治好的，根本就没有去医院。所以如果真的生病的话，我觉得家里人首先还是会选择中药。一个副作用小，再一个治病的话，比较治根。我们中国人就觉得好像中药治根，西药只是治标，只是治表现、表象，所以可能还是会选择中药吧。了解更多吗？我们在吉隆坡唐人街找一家东南亚生意火爆的中医药店。您贵姓？姓孙，一茜。孙一茜。请您介绍一下。我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对。目前的草药与过去的传统草药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啊？以前的草药质量会比较好。还有现在的草药那个质量会比较差一点，而且价位翻很多倍，就是说很贵，可能以前是50块，现在要150块，就是 double or triple up 这样子。您的顾客是什么人？主要是以华人为主，然后呢，那个印度人、马来人那些也是有，比较少一点啦。您试用的配料是从哪里来的？全部是从中国来，有一些部分是从台湾来，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马来西亚有本地的那个进口商，就是中草药的进口商这样子，所以我们直接跟他们拿货。从您的看法，在马来西亚，中国草药受当地医术的影响吗？我们反正我们草药店全部是用中国的，所以我们就是跟着中国的那个，对，就是完全就是跟着中国的，我们是没有进本地的草药，所以我们中药嘛，中药是都是要一定要从中国来的，这样子。除了吉隆坡以外，在其他的地方，您家还有药店吗？开店了，对，是没有了，只是说在巴生那边有帮人家看病这样。谢谢你的帮助，好，谢谢，我还很喜欢的。我们可以从中草药的用法和中医的实践中学到更多东西，因此我们去拜访了 Bernard Fontani。Bernard Fontani 是一名工作在法国阿尔卑斯地区的提诊医生。为了制作 Médecine d'ailleurs 的视频集，他去见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传统医生，其中有两起想在中国拍摄。
Médecine d'ailleurs 是一个只有我去全世界不信一的地方的法国纪录片。为了做到 Médecine d'ailleurs 的第一季，我们去中国的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先去在中国的河南省，在那边我们要见面一位负责少林寺的医生，他行中医的方式是比较传统的，也适应少林僧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功夫和武术。他的行医方式以针灸、灸法、脉搏和不烧草作为基础。也要知道，少林寺拥有他自己的药房，这儿他们制造他们自己的草药。但是他们的药房不是很大，所以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买西药；如果人骨折的话，他们也照 X 光等。所以这儿的医学很多元的，在一个优秀和美丽的环境下。少林寺中有一位中医和一位药剂师，这位中医是隐士，他住在一所离少林寺要走路一个半小时的小房子里。有时候，由于他需要修行，即见见不到他。他对草很有见解，他丰富的知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全部中国游历山水，他知道也见过很多植物，就是为什么他对植物很了解。还有在这儿的药剂师，他比这位中医更博学一点儿，更年轻一点儿。他对于中医的做法和植物的特性有更科学的解释。第二个题目是在云南省的一个很小农村展示的，在霍老医师的诊所百草园里，他93岁，年轻的时候开始从事草药业，他只用中药来治疗，他不做针灸，其他的也什么都不做。我们都说他是一个中医和中药的活百科全书。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工作之后，慢慢接他的班。我跟他的儿子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去找、准备、捣碎、干燥等等。我因此学到了很多知识。这里也有藏药和来自泰国的药。很多人为了治疗他们的疾病而去看他。去看霍老医师的人都比较务实，他们又去百草园，又去医院，这样可以达到最好的疗效。为了治疗，他们不惜去尝试所有的方法，因为这样做既不是很贵，也不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通常会有好的结果。霍老医师看的病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很少对我说“我只是用草药被治疗”，他们不如说“我告诉你我的医生的公式，我来看霍”。老医师他会给我药茶，会有好处，所以他们都很会医学的用法。中国人的生活条件有很长一段时间令人羡慕，是因为中国人吃得更好，因为所有植物都可以变成药茶，他们的饭食之中有不少植物，这些都已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存在很久了，并不是我生病了所以去看医生，而且是通过吃的东西和通过植物而更好的活着。在古老的中国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不管怎样，生活中饮食吃新鲜的蔬菜，每天都吃五谷杂粮等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也必然对健康有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去中国遇到他们是一个非常充实和有趣的经历，对于一个欧洲医生也有一点儿不平衡。知道中医是一个既悠久又复杂的医术。如果中国人没有选择，他们几乎都会去看西医。但是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他们平生更喜欢去看中医治中药。在亚洲，外国人越来越对中医和中药很感兴趣，
在法国除法法律的复杂性和不完成性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也对中医很感兴趣。谢谢您的关注，拜拜。